恭喜大能喜提狗生，必一顿胖揍。之前大哥吃饭不是哭哭用嘴刀吗？我就感觉他会容易护食。这几天我们就一直在训练他吃饭的规矩，从放在手上喂，过渡到端着盆喂，到今天第一天尝试让他自己吃饭。果不其然，在我摸他的时候咬了我一口。你再咬我一下。才两个月大你就要护食了啊？你就要护食了。如视频所见，在我们进行了一些爱的抚摸之后，大哥也能好好吃饭了。这俩七七整整的小牙印儿啊，回来之后我俩寻思看看有没有针对护食的训犬教程，这家伙给赫兹吓的。作为一只挑食的狗啊，孩子首先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护食这种行为，结果又亲眼目睹了同类试图反抗人类结果被按在地上摩擦的真实记录。